我还多来500块，500块来，够水啦吼！无大钱，但是足够。来500块，3条，4条，来500块，5条，来500，来一条够你，来500块来，右边，对吼，来500块来，来鳕鱼够啦，无买着无？来要食蒜鱼，你动作快，现在拢有买着啦吼，拢有买着好。来减低吧，免500，来300块来，拢无甲你起价，同款安尼卖。来300块，2条、3条、300买无？来，遮拢互你试。来鲑鱼头，来鲑鱼头啊，啥物啊话？小华，这里我讲无。我甲你讲，有几粒来？你讲。来，有大粒无？我唔知。我你全部起啊。鲑鱼头是做全部拢好啊，鲑鱼头。装两箱嘞。来，切一把。来，今天鲑鱼头大放送啊！有大了不？大了有水不？几条不？安怎请的啊？你啊我？对啊，买几条等你准备送，等你好。来200块的，买几条我啊？几条买200的？那个老的没人叫我你啊？老，什么老的？你几岁啊？你讲美金咩个款啊？你好像移动这里的公民啊，这个会点倒来，会啊。公民的，公民的，200块。你吃鱼头的动作较紧嘞，这样一粒倒，你若吃无够，买两粒、三粒，这粒免200，只要500块，来100块来。那一颗里面是两边哦。谢谢。这一粒100，爱搁考虑啊！敢那一瓶100，你有买无？来100块鲑鱼头，100块，一粒100，爱搁咧考虑好，收起落。哪位？大家好，来，赶快，赶快来，金米花，金米花，金米花都给。来，天平姐，来你的情书给我。OK， 来晚上8点，出来看背，我改提头。来，花枝卷了。二超强，无出来拢有。来，花枝手卷，来花枝手卷，来。第一个跟最后一个。来，花枝手卷，来多加。来，奶油清水哦。加。来几包红，最好几包，没蛋了，花枝手卷拿回家了，都有了啊！鸡腿酥没3包，200来200块来，景象喝起来真的好吃，一包就200了，这一包再给你，不过劳，来200块，鸡腿酥做大的，哎，全部过来，来给推说，今晚那边鸡腿酥，来200块，那是浪费钱，鸡腿酥还有吗？有人没买了吧？冷气装在厨房浪费钱，一包来八那里，电风扇就好了。厨房电风扇够了，另外几块高压，来一包够，来200块，200块，2包300，2包200。冷气不要装在厨房哦。来，阿妹吃这个鸡米花来，劲辣鸡米花一包一公斤。对，你去叔叔那边哦，这一包可以分成五分啊，一分120块啊，一包卖给600块，这真季节气炸锅。会辣，可是很香。这样买一包，买500、400、300块，300块。我开始哦，头家未来哦，你来买一包，我再送你一包好不好？2包不用500，来300块，两个人给下楼。劲辣鸡米花，这边用手给高欧家，来300块，两个客人而已，都有啦。还有那个试吃，一人一包，100块的，免200来，150，我你7家，100块的鸡米花。我买了卖一包，因为一包就一公斤啊，200块买袂到，来100块的，这个200、300够上好哩啊，一包不够100块，我去买，爱吃就买面，来，啊，大姐，我买鸡腿来，奶油蒜香鸡腿，超级无敌好吃的，我尝五价回啊，21世纪，还袂到的呢，来，我买起来200块的，这个好吃。这个要买2份，好吃的，来200块，一杯啊，我喝不了，而且都腌好了，奶油蒜香鸡腿，来3斤，来4斤又没掉了，一杯2份，一杯3份，5斤400块买不？安尼6斤200，哎，你没有看错，来赶快，真的很好吃，来200块来，来蒜香奶油鸡腿，来5斤，来6斤来200了，真的很好吃哦，我们昨天就有吃了。来200块，来6只蒜香奶油鸡腿。
60、200这么便宜。来一份给他。来，小姐怎么？他要三份，那个是三份。两份过来。他不是每一份。来200块。来6G哦，你今天来200块尔，来5G，来6G来，蒜香奶油鸡腿，来啊，各位上不快点，来大哥一下哈，来200块来，这个好吃，切一切烤一烤，来3G，来5G，来6G，白大哥你进来哦，白大哥来了吗？哦，白大哥你徛慢嘞，徛慢嘞，我留你，我留你，哎，那无我那阿哥会煮，快好啦。家人吗？谢谢谢谢。下次明天见哈。来啊，牛柳来。一盒85，这个不用冰，这是常温的。2盒170，3盒。一片贝尔糕，烤鸭阿贝尔糕，我困起。89啦。三克阿吉阿哥来200块来。要几份？黑椒牛柳，一克阿哥给你200，一克阿哥送你200，一克阿哥可以的。六盒200块，黑椒不会香，会香不会香。来200块。大家试吃100就好了。要汽车，啊无汽车吧，汽车唔够后礼拜后抓来，我无甲面够。来三克啊200。这没货了，这没货了，他真的没货。这三克啊个三瓶，来200块来，交流流来，200块。太爽了。这个不用冰，又不用冰，你回去哦，打开里面有个包装，隔水加热水，那不会。太爽的。来200块来，六克好哩，好哩，三克啊，汽车两个人给100块得了。100块来，黑椒牛柳，100块，拢完哦。谢谢。来，虾仁跟虾子再来点。来，要吃虾仁，免五百、400来，300块的，300块来，两个人给你。那个零钱里面就有一个刀子。两个客人计较。白大哥，不要飙车，不要飙车，慢慢来就好了。白大哥飙车，白哥一站好，我再来调我的小门脸，我们一起飙。来虾仁300块来。哇，我的小门脸用鲷鱼。来300块得了，两个人给。来最后一个是没有虾仁哦，没有虾仁哦。最后一位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赢300来，最后钱了，给来300块，没有虾仁了，都买到了啊、哦。谢谢。来鲑鱼吗？鲑鱼。虾子。我来一下来。其他两样都没有，带鱼冷跟那个。来6个客人。带鱼冷跟牛肉咖喱吗？这个甜品姐，这个咖喱牛肉跟那个带鱼冷都没有货。其他的你我卖什么你就买什么，要下黑暗，然后要下黑暗，多价哦，多水哦，加多价，来我要加这样，买300，一半四个人给我卖1200块，来200块完，不用300了，一人200块，来海北黑200块，来大家要，柳叶鱼蛋，我跟你们说，你最好买两份。因为这大只，足好只啊！200块这人买酒，好啊！哦，你真有钱，买不得啊！来200块来海贝，来200块来海白虾，200块来，要不然哈，来500两份都，来找100，其他5001000多一份了哈，来100，那我就这样找了，来一份200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止这一盘，我后面还有一大箱的虾子，那边，哦来。200块够了，没超标期吗？来1000块的，来1000的找800的，来200安尼咯，我卖掉哈。没找到啦。阿北卖黑了，这一盘就是4个而已，你不用担心。来几个？来9个来换。啊，不好搞。来大虾70球，哎，天明姐没有买到吗？哎，下次一定要买，这个昨天到货，隔几天两天吗？来700块的。这有就80块了，它里面大虾70在涨价，会爆价，小朋友绝对会喜欢。那火锅其他都可以。按那240，100块。按那320，马西100块，大虾79。来700块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欸、我跟你讲100块而已啦，买回去试试看，你就知道我的东西多厉害啊，我不来骗啊。我是卖你俗，不是歹吃呢，是真好吃呢。再来一个，阿马克阿兄，来一磅也不可能这么便宜。来大虾79，来100块。大虾哦，大虾，大虾79。几多年了？再几多？阿五啊，我叫你，阿五啊，弄这里啊。再一份来，来100块来。中秋节好料呀！中秋节我未使冰。100块大虾79，对了哈，白大哥老你100万那起啊？真的，加拢你诶。来鲑鱼哦，鲑鱼做起来无买着。白大哥要还要买鲑鱼的，要吃鲑鱼的，看这边。100，漂亮吗？来2、3、4、6，来500块，就这边鲑鱼来，500块，这一片再带回家。来5地给你，来鲑鱼500块，回家去领啊。来鲑鱼来，最后3位了。来找500哦。来小姐，来5地给你。来小姐，500找你。
来，按甲龟鱼送送快。快点拿钱给我。来，五片。来，五百块够上不完的龟鱼。来，500给我。超漂亮的龟鱼。来，500块。来两份。准备点送送快啊。大颗牛，很漂亮的龟鱼。是啊，宝箱在右边。四片给你。宝箱有买了。来两份。宝箱的冰箱不够，不到四片，500放不到。宝箱的冰箱的价钱到买太多。来，我大颗。来500块，龙尾啊，龟鱼，还有谁没拿到的？来两份，来小都拿到了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小姐姐，谢谢。来，回去给他一块钱，小姐，扛扛扛扛。再见。是小卷还是虾卷？虾卷。来，龟鱼再给我一份。虾了，摆在你前面，摆在你前面。来，黑盖免三百，手工虾卷200块了，一人买一份，两份拢会使。真正好吃，一条就30块了。哎，拍摄现在没有4条100哦，这物件起价伊共款是1条30，但是无买4条100，4条就是百哩。加八条的，你也是你两百，来10条的，来12条的，来这2条都请你，来200块，下件200块，我这拜拜嘛会使，来200块了，来8条，来10条，来12条，来这2条都请你，来下件手工虾卷200块，还有谁没拿到手工虾卷都买到了哈，好，谢谢。宝箱他坐在很远的地方。来，鳕鱼刚没买到的，买1000，买800，不用来，我爸过来。去吧，好不好？来2片、4片给你，5片、6片给你。哎，对啊，你好，来我爸过来。宝箱他坐在很远的地方。来，我来了。来，我爸。鳕鱼要给我。没有买到鳕鱼的乖子，我这边找不到宝箱啊。我这边找不到宝箱。来，我爸。来，我这边有啥？在隔壁杂货店的，然后右边那个。不要，不要，来我爸过来算你。我还有两个没拿。来，快点啊！这里我爸过来啊。为什么都可以了？啊，这边。其他拿吧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我得去啊，去啊。哦，我求生命。来3碟，来6碟哦，你们。来，我爸。我也3碟没拿到。来，我快点，来把我送去，你快点弄下去。来4碟，5碟，来6碟哦，你们。来姐，我来了。好。来3碟、4碟，我来6碟哦。再来。没有买到的要快哦，最后一箱的快，不想不要箱的快。来，赶快6碟哦，你来。再一个。真正好吃，脆脆的好吃啊，你是的。来6片。不要想那么。来500块，最后一位客人来到了哈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继续，还要吃什么？点菜吧。没办法，因为有客人拉住。刚才换了没有？有客人那个挡住。咦，这边在包海贝。是啊。哎，龙哥，你看嘛，你数啊，人家卖完，人家包走了。妹妹姐，你有数吗？有薯条，脆薯条，多加两二薯条，把它吹起来，二修哥发财。在这边。来，鲜虾鱼就在那边。叫我等下一点海贝吃。在后面。你阿爸哩，因为这三礼拜无卖啊，人家吼，你阿在这里。两天啊，伊也是大个卖着，两天200。等一下给你。猪汤、猪米、猪米、猪辉哥拢会当咱200块，来100块，来鲜虾鱼哥仔200，不要怀疑，你可以买200。OK。来100块，你赚到了吧？鲜虾鱼哥，来，他大卖照来啊。啊，大卖着100块。好，100块，啊，这你敢专心未？敢会使？你卖你看好啦，来穿红衫的大哥好无？你虽然领导，但是你阿豆豆影响好无？来咩来100块，来云吞两盒100块，好吃哦，真的好吃。鲜虾云吞都拿到了哦，真谢谢。来薯条来，阿小康阿来，脆薯好，足够无味啊。哎，免去薯薯呀，家己当薯片得，一包，半斤哦，多只来2包哦，3包哦，3包免。大家都买对，我跟你讲，动作快，我就有这一箱，应该是7、8个客人而已。3包200，3包8包，来100块完。送菜送。100块。打包送啊。不送，3包100，可不可以送？啊好，好你送来100块来。薯条4包给你100块，下了2斤呢，别冲他尾。来100块来脆薯。来4包100块2斤送。来100块来，快点，快点哦，不多了哦。来，最后两位喽，薯条，来100块，拢准备了啊！来，你等于暗时啊，吼，做宵夜，哦，照炸。来900、1000，100块，够上准备的最后两位薯条，100块两。
还讲话呢，白大哥老好哩。好来，我吃唔吃海产汤面啊？做这面嘅人啊，话你小看有水无？阿弟，你去看我来，小看未了，你来小看真正是老啊，水当当，啊大家开出出，来要吃唔免1800来500块。还得要不要啊？没管，没管。刚才有，刚才有走近一点，有拍啊。刚才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修干过吧？来，站起来啊！前面，我有拍。来，我最近的时候我有拍。我要修干多少？你饭店有看到啊？你饭店有看到？我看干部，你饭店都怎么那么年轻？很帅啊！修干过我很帅。不客气啊，我把给你好看。塞一份给我。但我两个宝贝，来找五百。他不告抓我们家了哩。你再给我，你要找你们告抓了。哦，后边来培养谦虚呀。你都谦虚，哎，你都谦虚呢，你都谦虚呢。喂，再一个告抓你。谦虚培养二啊，哦，你夸我抓不？好抓了。真。阿五啊，我是真行哦。来。来500块。再一个给我。无要着小囝，你个动作较紧上嘛哈。来500块。再一个给我。再一个给你，小囝都无安尼。那不是少，前面不是还有？对啊。不能这样卖小犬呐、啊，哎、啊，老板那个料。都没了哦。虾子好。你给他2200，叫他包10份就好了，钱。你要买多少虾子哦？虾子给我。来，上面黑啊，要饭后啊。没有没有，还没有呢。还没有拿到的，你先等一下。哎，伊也带无买，无付着，恁才带搬车。来，虾子10个。十个哦，虾子十个哦，真有钱钱钱钱。来，虾饼。收到，请回答答答答。好，你们来录啊，一起开。哦。虾饼。你叫虎弟啊。哎，我生全部人拢为是咧生啊，是安怎？是啊，变黑人倒啦，那。我安尼好无？哎，我输你啦。别吃，你遐我吃虾饼200块。来，起来我。这两礼拜无买啊，只包括来200块。老舍啊吼，来200块。月亮花枝虾饼。花枝虾饼都有吗？4包200块都拿到了。月亮虾饼，月亮花，月亮。用煎的，里面有附蘸酱。月亮虾饼。来200块，3包哩，7包哩。这是单片的，但是它比较大。哦，来200块龙虾啊！来月亮花枝虾饼都有了，谢谢。来鲑鱼尾了，来没有买到鲑鱼尾的客人，动作快一点。来鱼就要给我。全部盖起来，鲑鱼尾，很漂亮。哦，这回去解冻之后，伙伴，啊挂皮用皮去表面啊，真的三毛九都够好吃啊，不吃啊不吃啊，来800块，来300块来，鲑鱼尾300块。来300块，来香蕉节，人去吃鲑鱼尾。来300块来鲑鱼尾，来300块，有人要吃鲑鱼尾无？他多买鲑鱼尾可以吃无？走啊是吧？走啊，春节我甲拼拼，来300块，来香蕉节买，来300块鲑鱼尾。你没有人要拿钱给我，鲑鱼尾很好吃的。来300块，来300鲑鱼尾，300个克鲁哦。来300块来，去吃个好哩。不要去吃个请你，来300块，来去两三四个人给你，来300块。谁点鲑鱼尾的？还在吗？走了吗？走了，来200块，忙队来，等300来鲑鱼尾。鲑鱼尾啊！我没有卖200的，赶快收起来。这个物件拢是300块，好吧？来200块。没有，还没买过，有吃过吗？哇哇！对呀。来鲑鱼尾都拿到了哦。我得花200啊，没管啊，来200，最后两个人给鲑尾200块，工作没了，安尼啊，我买了200，我好你等下多了我。来，安怎？黑安怎？你知道我是我那高中生懂的吧？有啊，黑啊在争啊啦，拍谁啦？阿姨，我钱不够，阿姨，没啦，没可以啊，200块啦，面200万。说呗，阿姨，我钱啦。阿姐啦。姐啦。你死我啊！你够了你。我已经够了。尽量转个细声，我给你。我想要那个啦，我咧为着你冤家呢。干得好。总共3箱，什么人要买呀？我来算账，来要吃鱼肚的人，给人玩累了，去了没？我进无鱼肚啊，无货啊，来300块。这么起五次的，
一片就要90块了，给你割看几块啊？你都不赚钱啊？来四块300块落来，来五块，来六块，来300块来，几多？来千百，来五千，来五块，来六块，来300块几多？来300块后边接的，来300咯。好啊，麦哥收收啊。三个没拿到，好，你要四块啊你，四块，啊，都几个没拿到，两个，好，没搞，走也好，还有啊，走，你还有多少？我阿伯收钱，你要100啊，你丢500呢？他有100，我没有说我要找，我只公家爱找，你等几班人呢？我等上班啊。有一个600的，没错啊。对啊，600是你们丢的啊。我丢的。过来的，你丢的。我丢的。我单杀败仗，我发啦。太衰了，今天今天上班早起。天啊，你出不来。不是啊，败仗啊，姐。出不来啊。我先到的。你会当早起早好未啊？早好啦。我叫你今天回来，我话你讲。真的。我太衰，像你咁。来吧，起来来，蛋钱哦，尽量卖蛋哦，全部是用蛋出来嘛，紧，好，卖吃吧，起来卖那个吧，太好了，来200块哇，鲜度够好哦，来吧，一样，不只是好，不只是沙好，而且鲜度够好，来10块200，后边加慢咩，后边加8块多钱，来200块来，来一人买就两碗来吧，一样，来200块来，来200块。快点，来200块，来我3个，不用找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两个没拿到，霸气那够，来200块来，谢谢哦，还有2个没拿到，来200块来，赶快哦，我们等蛋黄，等一下宝箱如果走过来再拍给你看，宝箱等下走过来再拍给你看，200块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，200块来，来我那边都不用找。来吧，一下够了，我们就来200块，快回去，我忘记了，今天。你小可怜呀！我刚才坐车时阵，两个奖金的。阿刘阿处理。我拢放外弯下，无我会使安怎？派股小的好啊！200块来。派两下没啊？啊，我著8点到这里处理，啊，10点还阁到另外处理，无要怎啊？我二十块放假。派两下没啊？来吧。200块得，我才有够钱赚。是啊，我是要下，是要买啊。来200块，我本就系当官家百七百块就够分。啊，那对吧？就是因为高呀。来200块来吧，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你放臭。来，你还啥嘞？来，你除了没工资要听呀？那正经哦，怪伊拢爱吹我。哈哈哈！你这边正经嘞，少分的呐。以后2个月啊，你甲讲一下啦，这样。来，我接下来。哎，帅头都比较帅。对啊，无去了哦。这块外公恁较少买啦，哦，恁较少咧买这块。哦，但是内行的哦，来拢爱搞找这块，你是找出来两块哦，找买这块哦，因为这只蒜你较这块，啊，这块肉有够嫩，比你头带买迄中块更加嫩。而且入火即化，没有刺，还有有骨烂的也无刺。最后一寡人拢买等于爸爸妈妈吃，因为它的肉真的很嫩。哦，入火即化，来一盘爱卖500，一下甩一袋了。我看卖卖500，我让你有那试吃看卖，开400来300块啊，甩头刀来300块，来小姐不要老水头刀，来300块甩头刀拢歪啊。等下要等钱哦，我小等下，我先分一下虾啊，得啊，不用客气啊。来一份两份的哦。OK， 来两份给我。不会，拜拜。来一份这个卖价喽，这个是卖价喽。来，多来。来虾啊，多好买，来这边。这个卖价喽。不好意思，来了。我一个三妹无看到鞋啊，啊，辛苦啊，大海。来，算你头刀，来，会使等钱啊，300块啊，准备拖刀来，300块来，我多少来去啊？来300块。